这件时光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 Ben and A， 今天继续来玩我们的新的 episode。上次已经过完了20关，我们有4个罐头没有拿到，但是呢，我们再继续来破21关吧。希望我们可以陆续的破21关，有4个罐头，4个僵尸 ，Let's go， 好不好？我们还要再回去破19关。那听说观众说就是还有隐藏关卡，所以我们就努力的给它玩下去吧。哇塞，又是接下来又是这个了，又是这种倾斜的跷跷板。我稍微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东西。后面似乎是没有东西的，好吧，这个音乐有点 funny 的感觉啊！来，先来吃我们的第一个跳 ，OK， 哇，瞬间就剩下半身了，半身啊，不行，好吧，重来，天哪，怎么这么难？来吧 ，repeat，come on，let's go， 我都觉得那边还蛮难跳的，那边我必须等他们过去，我再跳 ，OK， 这样子刚刚好 ，yes， 就是这样子啦。来，然后有观众说，就是我们最近 band 好像都太短了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这么短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天哪，好吧，那里有个开关，我们必须踩过去，那个闸门才会开，所以我们必须努力的跳过去吧。可是还蛮难的，那个锤子有点太快的感觉，我必须看一下那个锤子，我必须趁它过来的时候，我先跳过来再说吧。然后等一下我们稍微观察一下 ，OK， 准备 ，ready go。OK， 跳过去，哇哦，天哪！不小心给开了门，结果门开这边呢，门从这边开哎，水位开始下降了。哇塞，原来那边只有到那边吗？可是我看那边还有东西可以吃吗？那边有个罐头哎，我可以直接头丢过去吗？那边有个 checkpoint 哎，所以这边也可以跳咯。我现在要看，原来这边有暗藏一个啊，这边有哎，这边有罐头哎，我们先来这边拿。哦，所以是这边的水，哦、哇，天哪！这边的水掉下去之后 ，no， 起来，哦，才可以看得到这边呐、啊，哦，慢慢的它会越，哦，像是一个螺旋塔之类的就对了，所以这边关卡就只有这样子就对了。我们这条，哇塞，很像甜甜圈呐、啊，不小心，OK， 这样子又会吸收一个，就会吸收掉一个 ，OK， 没问题的，哇塞，又下一层了，更下一层了，这个也太酷了吧！我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没吃到啊？上面那边好像有一个呢，那边有个 checkpoint 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走吧，先走再说了，之后再回来吃了。钟摆 ，yes， 顺利过来了。这边有个 checkpoint， 我们先走，刀子来了，刀子，没关系，我们不，天哪！我刚刚是往那边跳嘛，所以这个我应该可以直接，应该有办法吧，冲得过去吧，可以的 ，checkpoint，OK， 这应该可以走才对。我看一下这边可不可以走，这边似乎不能走哎、欸。对耶，这边真的不能走，还是这边哦？这边可以爬，是吗？这边可以爬吗？不行，那边是我们刚爬过来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吧，继续往回跳了。哎，也只能往回跳了。OK， 往回跳是没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跳过来再继续跳。我们这边已经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下一个关卡。哦，这刚好有一个中间值。我的脚断了一个。天哪，连续被砍了、啊、螺旋刀啊，这边有点难了耶。好，我们再继续跳。还好，他这故意好像这边一定要让你跌倒的。我等他开盒的时候我就跳。Oh no， 大战卡吗？怎么会这么难？摔个正着啊，好痛啊！再继续吧。再过来，我来，哇！无缘无故被砍了一刀，瞬间变杨过。OK， 我们过来 ，OK， 顺利过来了。我跳 ，OK， 哦，有锤子，差一点忘记了。好吧，接下来有三个刀，我们必须在这边 checkpoint 了。OK 的 checkpoint， 耶、yeah ！接下来是过这个独木舟。哇塞，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啊，独木舟。然后接下来是怎样？哦，这边有第五宫啊，对，哦，差一点点呢，哦，只能在前面一点点就跳 ，OK， 这样子就没问题了。接下来再继续往上跳 ，Oh no， 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来吧，继续挑战我们的独木舟，我们从这边再滑过来这边还有一个，再上来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跳 ，OK， 上来，我们上来了。接下来这边，哦，这边有个罐头，哎，先过去吃罐头，这边好像也可以走哦。啊，这是应该是待会会开门的密道，那我们现在必须跳到那一边，哇塞，很难呢。看一下锤子，
OK, let's go. OK, 哦，顺利的到，接下来我们要跳到那边。哇，顺利了，顺利，是可以直接撞吧？不行啊，这一定要丢头吗？不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以为他会那个要我们丢头哎、欸，不是要丢头吗？看到这个好像丢头哦，他是要有抵挡的啦。OK OK OK， 现在盐酸又慢慢的往下降，我们再继续过来，这边有没有罐头？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下，应该没有。OK checkpoint， Yes Yes，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在那边跳来跳去了，又是双刀关卡了。OK OK， 哎呦，差一点点我就被割到了。我稍微看一下下，这里还蛮难的。哇 ，no， 还好还好还好，哦，还好还好。来吧，我们继续。哦、这个要踩人头哎、欸，踩人头，踩人头，踩踩踩踩踩 踩, 踩。OK， 前面还有刀子，我们跳，小心一点。啊 ，no， 哦哦，差一点点，哦哦，还好我们够敏捷，够迅速。哇，这样也中。OK， 又吃到一个了，这是第七个嘞。前面还有一个。七有两个哎、欸，七八九，那、欸、这边怎么办？再跳过去哦、喔。啊，不行了，不够力了，不够力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跳一次。猜猜猜猜猜猜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哈，就是隐藏的。算了，不要跳那边，他应该是要害人的。我再跳过来 ，OK。过去过去 ，OK OK， 非常健全，四肢健在。OK， 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。把我们先过去吧 ，Come on， 哎、欸，这样就扣了、欸，这样就到了、欸。好吧，我们先发射过去看看，说不定这样就过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这样就过了，这样就过了 ，Made it 了 ，Made it， 耶、yeah! ！这么简单啊，这一关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四个罐头全拿到了、欸，耶、yeah! ！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， yeah! 这一关第一次我们全部罐头全拿到 ，OK， 下一关又解锁了22关，我们现在299了，那320才可以拿22关，有几个？18个的话是17。11哇，差几个没关系，那我们之后再回头拿其他的。OK， 下一次我们就挑战这一关，然后拿完之后，我们再回去找前面的来破第19关，之后再来破23关。OK， 今天的 Ben 就先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如果你喜欢的影片，请到左下角帮我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右上角资讯卡这个游戏更多连载喽，拜拜。